古天使，录着干嘛？你要找的人就在这儿。古天使，小友还记得老夫吗？这是什么？叶天使，快救救我！当年你覆灭我青云堂，害我不得不寄人篱下韬光养晦，今天就是我们算账之日。 忘了还有你这只漏网之鱼，那就放马过来吧。哼，我闭关修炼数月，功力早已突飞猛进。这一战，老夫必为青云堂报仇。小心啊！不错，确实有进步，不过在我面前，还是太弱了。这是什么力量啊？ 我去，月月，楚兄弟不会是什么隐藏大佬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还打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是老夫自不量力，都是老夫的错。你是道歉了，欧阳毅呢？让小爷我道歉，凭什么？闭嘴！不想命丧当场，就按楚大师说的做。楚大师，我知错了。行了。 我今天心情好，暂且饶了你们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您放心，绝对没有了。小易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听说欧阳家这个老头很厉害呢，你居然能打赢他？一般般了。不过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欧阳家对联姻之事是自信满满。冯大哥，你想好了吗？好，我听你的，告诉我怎么做吧。哈哈哈。 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是时候联系那些老朋友了。哟，这不是大哥吗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哈哈，投资失败的人都敢来，我为什么不来？你不过是认识良家人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在商界多年，人脉不比你差。这二位就是响当当的人物。 古天师，欧阳二少，咱们又见面了，真是有缘啊！是啊，古天师，你懂什么？天气有这么冷吗？这位就是我家云云的前男友吧？你今天是来祝贺我和云云订婚的吗？你就是欧阳思，小子，我劝你识相，自己退出。 像你这样没钱没势没成就的，怎么配得上楚家小姐？我现在是配不上，但你这种纨绔子弟，若是没了家世背景，又有哪点比我强？哼，有种，希望你被打断腿的时候还能保持硬气。你路走窄了，看拳！为了云月，这一拳我不能躲。 敢对我的朋友动手，你很勇吗？啊！我的手！臭小子，你居然敢在楚家宴会上动手伤人！明明是他先动手的，我们只是正当防卫。吵什么吵？不知道仪式马上要开始了吗？四少，别冲动，我爷爷过来了，你先冷静点。哼，我就给楚老爷子一个面子。 咱们走着瞧。随时奉陪。仪式马上开始了，都去给我坐下。四少消消气，今天你是主角，何必跟楚毅那个小丑一般见识？是啊，听说楚家大少从小就被赶出了家门，只是个弃子而已。说的有道理，跟这种人较劲，只会让我自降身价。 楚家竟然把咱们单独安排在这儿，太过分了。嗯，多好啊，这一桌子的菜咱们随便吃。大哥，坐在角落里还真是凄惨呐。这么多客人，没有一个跟你打招呼的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地位了吧？不劳你费心，够资格跟我坐一起的人很快就来了。 你的狐朋狗友还没资格参加我楚家的宴会。楚二少口气好大呀！不知道老夫有没有资格参加楚家的宴会呢？
天哪，是长虹大师。那是谁？很有名吗？武道宗师，整个江南省古武界响当当的人物。长虹大师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。楚老爷子不必客气，我此番也是受邀而来。啊，楚家竟有跟您交好之人，不知是哪位啊？长虹老哥，在这里。楚大师，实在抱歉，我来迟了。堂堂武道宗师找楚毅，我没听错吧？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不必客气，你能来就是给我楚毅面子，只是现在有个难题啊。哦，什么事儿让您也如此为难？楚家没安排位置，你只能站着吃饭了。什么？谁知道你会请来宗师啊？臭小子，你怎么办事的？还不快给长虹大师看座。是，我这就去拿。果然跟传闻中一样，楚家容不下楚毅啊。既然如此，这顿饭不吃也罢。啊，要是得罪了宗师就麻烦了。长虹大师，都是我男逆孙不懂事，您千万别见怪呀。我已命人准备好了鲜席面，还请您请您。那就要看楚大师的意思。小易，劳烦你劝劝长虹大师吧。既然我爷爷他已经安排好了，长虹老哥你就吃完再走吧。好，都听您的。留下就好，留下就好。近日我不在江城，还太平吗？一切都好，只是我有件事，我想拜托您。什么事？近日我不在江城，还太平吗？一切都好，只是我有件事，我想拜托您。什么事？我想再次请您加入云庭阁。云庭阁？那可是传说中的顶级古武者联盟啊。我之前说过，我不喜欢受束缚，加入组织这种事还是算了。这一次不一样，云庭阁准备培养一批新的修者，思来想去，只有您去指导最合适。这样啊，那我便帮你这一次吧。够了，楚毅，你这副装腔作势的样子给谁看？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武道宗师跟你交好，梁氏集团为你保驾护航，但这是楚家，无论你再优秀，未来的家主只能是我。住口！竟敢对楚先生无礼！别动怒，弟弟不懂事，该由我这个做哥哥的管教。我呸！你也就是运气好，从小就是如此，什么好处都被你占了，我不服！看来楚家内部不和的传闻是真的。豪门恩怨真吓人啊！说够了没有？这是云云姐的订婚宴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。哎，准新娘出来了，大家久等了。好漂亮，我的新娘，你还是这么美丽呀、啊！你还真是自作多情，谁说云云姐要嫁给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冯大哥，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去啊！好。云云，宇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老爷子，我有一句话想提醒你。楚先生的能量可比欧阳家强上千万倍，他支持的事你最好不要反对。我明白了。今天真是开了眼界呀。哎呀，这是偶像剧情节吗？都给我闭嘴，敢抢老子的女人，当我欧阳家无人吗？刘老，该您出手了。好。哼，早就猜到你们楚家会搞小动作，特意请来我家宗师前来坐镇。我刘天莽在此，看谁敢欺辱我家少主。今天若是不让我把楚云云带走，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。贤侄，咱们两家向来友好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咱们好好商量。不必紧张，有楚先生在，
容不得他们放肆。欧阳斯，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收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刘老，动手吧。好，老夫今日就让楚家从江南省消失。呵，就凭你还做不到？去，见机化形，这小子到底什么实力？再来试试我这一招。太慢了，不好。姓楚的，今天算你赢了，不过你等着，我日后定让你好看。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日后了。楚毅他竟然这么厉害，真是深藏不露啊。长虹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毅在哪儿学的这些仙术？他可是之前在江城呼风唤雨的楚大师，区区仙术自然是会的。竟然是他，真是想不到。您在说笑吧？小毅他怎么可能是？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我劝您想明白了，今后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这回真给咱长见识了。是啊，这种订婚宴百年难得一遇。小毅啊，你跟奶奶说实话，你真是他们口中说的楚大师吗？是我。哼，怪不得今年回家阴阳怪气，取得点小成绩就飘了。老头子，你就别装了，既然小毅现在有能力，咱们就该把当年的真相告诉他。真相？妈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年把你们一家逐出门去，并非我们狠心，而是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老头子，你来说。那时你与唐家大小姐唐婉佩情投意合，我也很满意这桩婚事，谁知就在成婚前一天，我接到了隐门的威胁。隐门？那不是势力最大的隐氏家族吗？没错，原来唐家早就私下把婉佩许给了隐门，楚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，于是隐门震怒，放话要清洗楚家。为了大局，我只能宣称已经与你们断绝关系。唐家带走婉佩时，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才换来楚家上下的平安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小毅，你如今有这般成就，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回你母亲。当年为了保全家族，牺牲了你们一家。上河，小毅，老头子，我在这里跟你们道歉。没想到我们这些年所受的苦楚，全是因为唐家和隐门。爷爷，您为楚家大局考虑，我不怪您，但我母亲现在人在何处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唐家把她带回了龙都，这些年来我多方打听，也没有消息。隐门威胁在前，唐家掳人在后，他们就是害我们骨肉分离的罪魁祸首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行了，小叶，既然话已经说开了，你们就回家来吧。这件事再容我考虑考虑。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今后楚家的事务都交给你们打理了。您先别急着退休啊，不就是一点小毛病，我给您治了便是。小叶，你还会治病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自己身体我自己清楚。爷爷，话不要说得太早。爷爷，话不要说得太早。这是通体舒畅，我从未如此舒畅过。小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这些年心力消耗太大，五脏六腑都有亏损，我已经帮您都补回来了。有孙如此，真乃我楚家之幸。万物初始，阴阳两分。前世因为心有怨念，埋下祸根，在飞升渡劫时走火入魔，
如今心结已解，压制了这么久的境界，也可以松一点了。您说的那位楚大师真的会来吗？年轻修者都已经到齐，咱们可不能再拖了呀。他已经来了。不愧是长虹老哥，好耳力。我才刚到屋外，你就察觉了。您的气息，难道已经迈入宗师了？小事而已，不足挂齿。这么年轻就和长虹大师一个层次，果然厉害呀。别讨论我了，还是说说你们的事情吧。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云亭阁，我们有宗师三位，武神十名和武将若干，而且每年还会从世家中选拔出优秀的苗子进行训练，所以我们才能成为华国的顶级机构。所以呢，你们找我来是干嘛？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反应不一样啊？不瞒您说，其实是最近组织的训练遇到了瓶颈，不知何缘故，今年新选拔的学员虽然天赋出众，但境界却一直止步不前，因此我们想请您来云亭阁执教。原来如此，你让他们来乾隆山庄吧，我会找出问题的。您愿意帮忙？这可真是太好了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恭送楚大师。此番突破宗师之境，可以预备断体法髓了，这是之后晋升先天的必要之路。断体的第一重小雷体，需要引雷电之力淬洗骨骼，只是凭当下这具普通的凡人身体，若是引动天雷，恐怕会被轰得渣也不剩，怎么办呢？新教官的住处到了。听说这位教官是托了长虹大师的关系空降来的。切，我最瞧不起这些关系户，走去会会他。你们就是云亭阁的学员吧？欢迎欢迎。身上毫无灵气，果然是个草包。你就是楚毅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这里的管家，楚先生派我来接待二位。楚毅人呢？我们大老远跑过来找他，派个管家出面是什么意思？楚先生这会儿确实有事儿，还请二位先进来稍作片刻。少废话，带我们去见他。两位这边请。哼，故弄玄虚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新教官有什么本事。你就是楚毅？是我。我去，你在搞什么？感觉还差点意思。他不会是个傻子吧？有可能。有没有搞错？你这种智障也配当我的教官？你们不懂，这也是一种修炼。少装模作样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试试你的深浅。哎，年轻真好啊。废话少说，看招。下盘不稳。哎呦，行不成形，意不在意，就这还想教训我？这算什么？你根本就没用灵力。看来还是不服气啊。就算你有几分本事，但我们修炼需要灵石助力，你有这个东西吗？这是灵石？就知道你没有，你这种靠关系上位的人怎么可能有灵石？师父，这块灵石太小了，您要不用我就丢了。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灵石？败家玩意儿，家里有矿也不能这么扔啊，喂给旺财去。我知错了，师父。这就按您说的办。狗狗加餐喽。灵石给狗当饭吃，太离谱了吧。初一，灵石极为难得，你们怎么会有？对你们来说难得，但我这里光是开采的废料都多得放不下。你蒙谁呢？刚才那句不算，想当我的教官，你就得在法术上赢过我，否则我不认。哈哈哈哈哈！想和楚大师斗法，挺有种啊。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，但不要自不量力。你是无量宗师侯爵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楚大师，最近宗门事务较多，
今日好不容易有些时间，特来看望您。不是吧，无量宗宗主对楚仪毕恭毕敬？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来得正好，小伙子，你不是要斗法吗？现在可以开始了。楚大师，您就不要出手了，免得吓到这群小辈。我来吧。放心，我只出一分力，请吧。这屏障开！根本挡不住啊！楚教官，我知错了。快让侯宗主收了神通吧。好，你们两个先去休息吧，明天我来安排训练。楚教官，这是长虹大师让我捎给您的，他特意嘱咐一定要您亲手打开。看来这就是我之前托他调查的资料吗？楚大师，这些都是唐家的资料，难道您想对他们出手？没错，华国有五大家族，分别是洛、黎、唐、施和龙家，他们掌握着无数资源，内门高手无数，其中唐家背后更是有隐门做靠山，实力深不可测，无人敢惹啊。其他人不敢，不代表我不敢。难道您与唐家有什么仇怨？他们害得我父母生生分离20年，你说呢？是什么？